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去试试看这一个素食的寿司，是我太太介绍的。她说这间寿司很好吃，是素的。那么这间吃什么呢？就是六福，不是七福。这个是素生鱼片的寿司，那么很特别，这里面要放一块这个胡萝卜，就是萝卜片在里面腌制的萝卜片，所以我还没有吃，不过我想必它的口感应该是不错的，来试试看。它这个生鱼片呢的口感真的蛮不错一点，说到那么它比较因为那个萝卜片是腌制过的，所以进去的时候呢，吃进去的时候会比较有点酸，我觉得有点太酸了，然后其他的那个饭的那个嫩度是有的，觉得这一个是一个做到是蛮香，真的很香，但是口感的话当然不能够跟真正的生鱼片比，这一个我觉得算是不错的。OK， 接下来这个呢是炸蟹柳，我觉得它蛮用心的，上面放一个黄瓜条在上面，所以看起来颜色非常美。下面是饭，口感怎么样呢？我现在试试看。OK， 那它这个呢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有那个炸脆的那个感觉，然后有点什么天妇罗的那个味道。会比较油一点点，不过口感呢都很好，麦香都觉得不错。这一个，你说我会不会喜欢？我觉得 OK， 会不会再叫？这个应该我不会再叫这一个。okay， 现在我要吃的这一个是，我太太坚持要点的这一个芒果寿司。 OK， 这个芒果寿司里面呢，它有这一个素的鳗鱼，有这一个肉松，然后黄瓜丝，这一些等不及了，要放进口里面了。这脆脆的肉松，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老婆一定要点这个，和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罢了。对，之前所讲的都不是重点，重点在这个罢了。这个觉得我确实是，如果说素的寿司里面是我吃过很好吃的，我有吃过其他的一些素的寿司，不过这个确实是无论是口感香味我都很满意。第一个放进嘴里面的时候，你会有那一个芒果的这个香甜的这个味道，然后一咬下去的时候，它里面有那些炸的脆脆的那个素鳗鱼，还有那个肉松，感觉上非常的又软，然后又脆，然后黄瓜的那一种甜味也在里面，我们可以吃到饭恰到好处。我觉得这一个是今天里面的主角，而且我会为了这一个会再来这一个，是这一个寿司，芒果寿司非常好，非常喜欢，值得推荐这一个。
OK， 我们已经吃完了。这一个祈福的特点，当然它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菜肴，但是我来这里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吃它的这一个芒果寿司嘛，然后不负众望，确实是我所喜欢吃的这一个味道，会再来吃，有机会再跟大家再谈，拜拜。